你们这些人，只要守住这个地方，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救命啊！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那个，请稍等一下，别担心，我不会攻击你的要害。 我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笑爷，你对吧？我们要成为防线，各位。 绝对不能退让！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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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乱
兄妹齐上阵竟然失败了，我真是没用，必须重新磨练本领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您真是大展神威啊，实在是了不起。我是认真的。这就是我的作风。此地的东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
这里就由我来接收享受这份喜悦，在下心悦诚服，这便是无意的精髓。冲啊！攻陷敌人的要塞。
再去攻打敌军的要点。来，出发！只要能尽快的练出要点，就一定。关安国，出征！开始了同时多点攻击呀、啊，没关系，尽情感受我的策略吧。那有些令人在意，这就过去控制住吧。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我的智力竟然输了，武将已经被我击败，表现完美，应该不需要我的计策了吧。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漂亮啊，我也为你自豪呢。